太后，请看，此乃是用108颗合浦珍珠相传而成。如此合身，祝太后老佛爷万寿无疆。这么大的珍珠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。皇后娘，这样的珍珠，普通的大户能有几颗已经不易啊。何爱卿可以一口气献上108颗，足见孝心呢。谢万岁。呀，实在了不起。纪云、纪晓岚进献寿礼。纪大人啊，您的献礼。哦，好。纪大人，请。多谢。敬贺太后寿礼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纪晓岚，你的贺礼一定是别出心裁吧。启禀皇上太后，纪晓岚不能像何大人一样这么大手笔，只好亲笔写了一篇祝寿赋，请太后笑纳。纪晓岚书法闻名天下呀，好，看看吧。遵遗旨。都说纪先生清廉节俭。今日一见果然不凡，连表背的钱都省了。我打开瞧瞧吧。皇上让你打开的。遵旨。纪晓岚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张白纸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太后？我，哎呀，太后寿诞之日，纪先生绝不会如此无礼的，肯定是忘在哪儿了吧？啊，找找看，找找，找找啊！是夹在胳肢窝里了，还是藏靴筒子里了？纪晓岚，太后华诞，你就献白纸啊？哦。哎，何大人。帮帮忙，干什么？帮帮忙吧，抬过去。哎，这是我献给太后的，凭什么你要抬过去啊？我知道是何大人献的，借用一下。走，小心点啊。多谢。我这可都价值千金呢。知道。你干嘛呀？你这来来来，何大人，多谢何大人。来，慢慢放下，慢慢的。来，何大人，来，往后退，再往后退。好，太后，请看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一个寿字。太后，这是奴才献给您的，这纪晓岚明明是偷机取巧吗？哎，何大人此言差矣，这正是借花献佛嘛。